共读圣路加福音。耶稣说：“无好嘅树，甲歹嘅果子；也无歹嘅树，甲好嘅果子。每一丛树，凭伊嘅果子会长出。人到荆棘上，收袂着无花果；到刺藤上啊，找袂出葡萄。谁人有自己的心肠，该想去发出想来；恶人自己的恶去发出恶来。因为心内有敌该，嘴就打出敌该。另转你称呼我主啊，主啊！”日无行我所吩咐的事，凡教我怎样个听我个道理，自实践个，伊就是乜人？伊就像是一个将伊个厝建立到大石上、大水内，因为冲雨，该大厝未倒。人何错听了无实践个，就是到一个未固个地上建立一个厝，大水一个来，个厝就爱倒，个倒了真惨。基督个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今日个福音嘛，耶稣主拿了一个比喻，伊呾一丛好个树会结出好个果子，一丛歹个树就结出歹个果子。耶稣主将一个树比喻是其实哩是大人，耶稣主呾人是专里面个人来搬是有地界，人来搬出来个。那个话，那个行为都在里面。一个人若是好个，伊出来个行为，个大个话，就是好个。要人知啊，人做基督徒个，上切要那个内心来摆，那个思想就爱食，那个。意向心个意向，就爱对；咱个态度就爱好。所以，咱照顾咱内边，咱个思想、咱个心、咱个态度，咱外边个行为，拢总也会好。但是，咱若是有歹个思想，还是错个思想，咱后出来个物件。也是无个，比如咱人若是未明白，咱天主是爱人个天主，天主是仁慈个，咱人就无变用就是个明白去对待天主。咱哩常常惊，常常惊天主来掠人，天主来罚人，咱袂当以爱来报爱，因为咱个思想。三啦，咱思想唔对，咱那个意向也真重要。咱做什么嘅那个意向，咱一心是为着，你讲是爱天主爱人，安尼咱个行为爱爱主爱人。但是咱若是自私个，咱心内底人想家己好，想家己爱真侪物件，物件都爱占，所以咱。对天主，咱求就特别是求天主，当求天主，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了天主若无好，我就生气。了我对别人也是做，所以我就用人来专门得到我个益处，因为我的心未正。了人心内个这个态度也真重要，咱若是咱个态度是正直个。咱有天主个慈悲，咱有天主个好，咱有天主个忍耐，
咱有天主来宽恕，了，咱甲咱相处个时候，咱就用照啥个态度来对待伊呢？那么，咱就是用即种歹个态度啊，咱对咱袂正义、袂仁慈啊、袂忍耐，同样。所以耶稣主讲这个道理真重要，伊呾咱爱注意咱心内是做哩物个，咱内边个思想是做哩物个。咱若是会注意内边会着，了外边才会着。好个树会发一个好个果子，好个人做出来个、打出来个，也是好个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Thank you.